大家好，下面我们来开始学习新概念三册的第一课，就是 Lesson One: A Puma at Large，陶顿的美洲狮。首先，我们把这个书的生词短语跟老师先看看。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Now, 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14. 我们打开书到第14页，我们先把生词短语跟老师大声朗读一遍。我说喽。我在前面读，带着在大家在屏幕前一定大声跟老师一起读。Now read out me, Puma, Puma, spot, spot, evidence, evidence, accumulate, accumulate, oblige, oblige, hunt, hunt.Blackberry, blackberry. Human being, human being. Corner, corner. Trail, trail. Print, print. Cling, cling. Convince, convince. Somehow.Somehow, disturb, disturb. 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这个书中呢，有一些重点的词汇，咱们呢先仔细来看一看。先来看第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就是我们这个看出或者发现。跟老师先大声来读一下 ，spot, spot. 好，这个词汇这个发音注意啊，这个字母 O 呢。在英联邦国家，一般发成 o 半圆形的口型，发成 o o o 这么一个声音，所以英国人把它读成，我们跟老师大声的讲 sport sport。但是美式英语呢，一般叫 lazy English 懒惰的英语，他们觉得这个撅嘴这个 o 很难受，怎么办呢？接不着 o， 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来说，在美式多变成 r 这个声音，所以美国人读成，咱们再来一遍 spot spot。哎，多数的情况下，这个 o 是变成 r。咱们看几个例子，你看这几个单词在英式发音分别是 stop、lot、hot， 在美音中分别变成，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stop、lot、hot， 这发音有一个变化啊。但是大家记住，并不是每一个的 o 呢在美音中都变成 r， 有一些单词本身变化非常小，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你像这个“老板”这个词。在美国人也不能读成 "He's my boss"， 那听不懂了，对吧？依然读成 "boss"， "boss"， 口型类似，差不太多啊。你看这个狗呢，也不能说 "It's my dog"， 老妹说 "dog" 是什么东西呢？听不懂了就对吧 ？"It's my dog", "my dog"， 还是这个口型类似，略大一点，但多数 "o" 变成 "r"， 这个发音我们先把它弄清楚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看本文中这个重点词叫 "smart"， 但注意呢，在本文中做动词，它最常见的词性其实应该是名词。做名词的意思表示斑点，就是大的这个点的东西，一个斑点。表示这个意思呢，特别特别常用。咱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你看一个大红斑 ，a big red spot， 这是一个大红斑，脸上有块大红斑，哦，这个火星木星上有个大红斑，哎，都可以这么用。再比如说，咱们看一个例子，这个做比喻了，咱们看怎么翻译啊 ？A spot on one's reputation， 某人名声上出现了一个斑点。这个 spot 呢，咱们翻译成污点好一些，对，就说这个人呢办了一个缺德事儿，名声受到了这个玷污，名声上一个污点，哎，也能这么说。再比如说，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谚语，咱们看这个怎么翻译啊 ？A leopard won't change its spots。这个 leopard 大家在这个狮子王动画片中可能见过，叫豹子啊。这个一个豹子怎么样呢？不会改变它身上的斑点，什么意思呢？豹子甭管怎么样，身上那个点儿变不了。就咱们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或者翻译成“狗改不了吃屎”，哎，这个也行，哎，就是不会改变它身上的斑点，哎，这是表示斑点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重点习语，就是什么呢？有点怎么怎么样。注意，在 spot 后面叫 of spot of something， 表示有点怎么样。这个用在英联邦国家更多一些，哎，雅思考试可能出现的多一些。那，你像我们第三册第58课的题目 ，a spot of butter。A spot of bother 就是一点小麻烦，这 bother 做名词就麻烦一些，这个让人困扰的一些东西，哎，有点小麻烦。咱们看一个例子 ，You seem to be having a spot of bother with a car，
Can I help？我说，哎，您看上去好像您车出了点毛病，嘿，我能不能给您帮个忙呢？哎，a spot of butter，I have a spot of butter with your car，表示你的车出了些麻烦，这个都是来自于斑点这个名词这个含义，可见特别重要，对吧？那我们再多看一些重要的一些派生意，由斑点稍微派生一下，就能派生出地点，斑点嘛，派生意一个地方一个地点，反正也是点呗。你看一个重要搭配叫做一个旅游景点，我们读一下景点这个短语，搭上来没？Scenic spot。再来一遍，scenic spot，旅游景点。我们知道这风景风光名词是 scene，就 scene，scenic 是风景的风光的啊。咱们看一个在写作中常用的这么一个句子，就描述中国这景点遭破坏这个情况，对吧？我说 A great many of scenic spots are being spoiled by the ill-behaved tourists。我说现在呢，有很多很多这个风光旅游景点怎么样呢？正在被那些品行不端的游客被他们破坏。这个破坏用的是动词 spoil，spoil，它的过去分词形式，在后面再加个字母 t，叫 be spoiled。为什么呢？ill-behaved 叫品行不端的，正在被那些品行不好的游客在被破坏。你看这个写作中，这个句子拿过来，咱们可以用了啊。这是表示旅游景点。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固定搭配怎么翻译？The Middle East is a hot spot。你发现这个搭配是押韵的，hot spot 都是发啊这个声音，什么意思呢？哎，大家猜也能猜到，翻译成热点地区，中东地区是一个热点地区，大家都关注这个地方，经常闹纠纷，而且产石油，是个热点地区，叫 hot spot。好，那么由这个地点又会出现一个在二册、三册都出现过的一个重点搭配，叫做。On the spot，什么意思呢？叫做在现场或者到现场，因为 spot 不是地点的意思吗？在现场或者到现场，咱们不妨呢用它来写一个句子，咱们多练一练啊，写一个句子。我说什么呢？我说中文，在报警十分钟之后，一辆警车就到达了现场。在报警十分钟之后，一辆警车是 police car，到达现场 arrive on the spot 就好了。但是这个报警十分钟之后该怎么说？大家记住一句话，最好别自己瞎编。怎么能保证写的正确、说的正确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过的再写，听过的再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个搭配我没见过，我自己编的，很可能语法正确，但是却不地道。咱们人云亦云嘛，跟着老外说啊。而且最可靠的当然是咱们新概念英语这经典教材，这世界经典。我们看一看，在50页第九行第十课中出现一个类似结构。50页的第九行，咱们看他怎么说啊？他说：“Four days after setting out, while the Titanic was sailing across the icy wat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a huge iceberg was suddenly spotted by a lookout.” 出发以后4天，当泰坦尼克号行驶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瞭望员突然间发现了一座冰山。大家注意，这个 set out 就动身出发的意思。你看，出发之后四天，这个 after 呢，在这当介词来用。出发之后就 after setting out 4天，直接把 four days 放到前面去。那我问大家，这个报警之后十分钟怎么说呀？报警咱可以叫 call the police， 在美国呢也可以干脆用 call 911给911打电话就好了。十分钟放在前面去该怎么说？哎，我们自然就出来了。10 minutes after calling 911， a police car arrived on the spot。在报警之后十分钟，一辆警车就抵达了现场。这个句子咱们写起来特别自信，腰杆特别的直，为什么呢？这个搭配咱们的经典教材上见过呀，这是学习经典的好处，保证地道，而且写作速度可以增加。好，这是在现场到现场，但是把这看完之后，我们发现在本文中呢，它并不是个名词，当动词来用，叫做在一群人或一群事物中看见或者发现，这个意思，看见、看到或发现，这也好理解，为什么呢？你做名词不是把斑点点儿的意思吗？在一大堆事物中看到那一个点儿，不就是看到或发现吗？还是由斑点这意思派生出来的。一大片茫茫的事物中发现了这么一个点。那么我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先看一道高考的阅读真题，还有这么一个句子：Dr. Mercy and Dr. Butler also spotted the first family of three planets. Dr. Mercy 博士和 Butler 博士呢，同样也发现了由三个行星组成的一个行星家族、行星群。这个动词用的是 spot， 注意重读鼻音节，双写 t， 后面加 ed， 这也好理解。茫茫的夜空之中发现了一个小点儿、两个小点儿，
这是用这个点表示发现，特别好理解。这是高考真题。我们再看一道托福的阅读真题的片段。甭管什么考试，这用法是不变的。你看他这么说 ：Chick Webb spotted her in an amateur competition when she was 16. Chick Webb 一个人名字不管了啊，就是这个人呢发现了这个女孩子在什么呢？在一次业余爱好者的比赛中，这个女孩子时年仅仅16岁。这个我们把后边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词读一下 ，amateur， 这是业余爱好者、业余选手。你看，在一大群人中发现了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茫茫的事物中发现了一点？用这个词特别贴切，对吧？发现或者看到。咱们同样的，在新概念体系中，这个动词也是频繁出现。除了第一课之外，咱们还刚才看过那个句子，就是50页第九行的句子，咱们再看一看。前面看过了，出发以后4天，当泰坦尼克号正行驶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注意，一个巨大的冰山突然之间被一个瞭望员所发现了。这个 look out 表示瞭望员，注意看到发现用 spot， 这个用的被动，对对对吧？夜空之中，夜色之中，漆黑的这个夜空和深蓝色的大海上发现了个小白点儿，这就是冰山那个尖儿，是不是又是很多事物中发现了一点吧？用这个 spot 特别贴切，特别贴切。好，我们还有另外一课书中，比如说咱们看在第54页的第14行，就是11课里面54页的第14行，这句话这么说。He has spotted a tiny bottle at the bottom of my case, and he pounced on it with delight. 他在我的箱子底下发现了一个小不丁点的一个小瓶子，并且他非常高兴地扑了上去，把这瓶子给摁住了。你看，他在我的箱子底下好多的衣物杂物中发现了一个小的香水瓶儿，很多事物中发现一点，还是用它。对，用得好。pounce on 就饿虎扑食扑住，这个未来会讲。所以在很多事物中看见或发现可以用它。那本文中呢？一篇课文中出现了好几个看到发现，它要替换。我问大家，看到发现还能怎么说呀？我们先看一些跟它几乎非常类似的一些词汇。本文中出现了这几个 ：see 都知道，看见 ；find 发现可以 ；observe 也行。observe 这个词不但可以表示观察呀，什么这个注意，也可以表示看到、看见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看几个跟它类似的、容易混淆的在生活中的重点词汇，比如说在第二课，咱们会看见这么一个词。叫做认出来，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recognize， 再来一遍 ，recognize， 叫认出来。我们记这个搭配，要不然咱不会用。什么搭配呢？认出来某人是谁。为什么记搭配？如果没有这搭配的话，你说认出来某人是谁，往往在后面加 recognize that， 后面加宾语从句了，这就啰嗦了。直接加人之后，再加介词 s， 再加他的身份就好了，对吧？我们看一个例子，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看在18页的第8行到第9行。在第二课咱们会讲到这个句子，它是什么呢 ？In the torchlight, he caught sight of a figure whom he immediately recognized as Bill Wilkins, a local grocer. 在手电筒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子 ，figure 模糊的人影子。这个人他立刻认出了，哦，不是别人，是我们当地的杂货商比尔·威尔金斯。有同学说，那 recognize 后面的宾语哪去了呢？我问大家 ，recognize 后面宾语哪去了 ？recognize 宾语不就是前面那个？关系代词 whom， 这在句中是不是就 recognize 宾语 whom 再加 s， 认出来他是谁呢？比尔·威尔金斯，这是认出来某人是谁。注意，再读一遍 ，recognize。好，在后面第三课中，我们又会出现一个跟它类似的词汇，叫做识别某人某物的身份。不但是看到，而且要识别他的身份。我们还同样大声读一下 ，identify。再来一遍 ，identify， 识别某人某物的身份。哎，咱看一些例子。咱们人人都离不开 ID card， 俗称叫身份证，对吧 ？ID card stands for identity card。identity 就是 identify 的名词形式，表示身份。我们大声读一下 ，identity。识别身份，当然用 identify 就好了啊。我们还有呢，现在一个叫不明飞行物 UFO， 咱们看怎么回事。UFO 也是个 abbreviation， 是个缩写。It stands for 表示什么呢？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非常好理解。UN 是个否定的字头，后面是未被识别身份的，对吧？没有被识别身份的飞行的物体，就是咱们说不明飞行物 UFO。你看，识别身份用 identify 这个重点词汇。好，这是第一个重点词汇，就是我们这个 spot 做名词、做动词都是5星级的重点用法。不光要记住单词本身的意思，连搭配、习语和
这个其他词汇的变系，希望大家牢牢掌握住。这个词我们就看到这儿。